你都恨不得吓我一跳。你写什么？大家好，这个反正大吓一跳啊。今天俺打算要给我们做一个老师那个用完的敲。我说打你都听懂了吧？俺那边都跟俺爸爸叫打哈。记好，下边看他怎么做的来。不是你这些肉太少了，你说能做一二十个丸子，我感觉做不出来了。多出来了，多出来了，这不是这些都是肉的吗？是吧？一点骨，一点刺，一点骨头都没有了，精化了是？哎，这两块有剁肉丸，这些剁肉汤，好，有嚼有劲吗？这些剁不行吗？多行也行，就是太费事了。那边就急就是。刘师长，这个鱼肉不得洗一下？不用洗，这都干净的。它不去腥味吗？去腥？这不行，这都带着腥是便宜的，干净的。洗了不能用了啊。哎。干嘛呀？行，可大火了。备胡椒粉的是，盐，什么料酒是吧？搁啥料酒？搁料酒调味。鸡蛋。哎你妈呀！光搁鸡蛋清了？光搁鸡蛋清这个。三个。三个鸡蛋清。好嘞。淀粉的那边有淀粉，不要淀粉啊，不搁淀粉，这搁淀粉你怎么弄完了？搁淀粉不行，这是啥？你确定哈？确定，不搁淀粉那边就散了。哎，不就？哎呀妈呀，这么狠吗？上劲了哈！这越嚼越硬，越嚼越粘。这葫芦就跟快进似的。哎呦，上劲了吗？你看，上劲了是吧？你好，越嚼越粘，越嚼越粘。我说了，水开始冒泡了，下来上。不行，长刀了，得开了。你开了下不就散了吗？散不了。你弄的都是不开就下。俺下青春丸子都是不开就直接性的，就这种情况下就下。不行，那不越不包搁那，你是等开水就行。你的观点跟我的就不一样。那我多说你看看。还不行，在这儿得少开，少开以后关火啊，不用关火，就一直开着的，一直开着，下进去就散了。你惊你惊的，可以下了啊，可以下，开过了。我说了，还真是成型了嘞。我总感觉不搁淀粉，大火它不得散吗？要是常理的话。你搁上淀粉，它不好吃，还发硬。哎呀，比那大饭多十多个的，这都弄得那么些吗？你说多聊聊你这个，这是给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。为什么一条鱼能做那么些？捞出来放这边哈，这是凉水哈，放凉水里边以后，它更劲道，更弹牙。能吃哈？能吃，哎，都说了呢。来吧，你就给他。很香啊！哎呦，一点也不腥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咸蛋弄好。那都弄好。很好。行。弄块肠。弄个卤肉吧。护心肉是吧？嗯，卤肉。哦，猪手膏吗？这是。嗯。嘎点猪手膏。我这又出来买点个药肉啊，买点个猪大肠，还有猪手膏、护心肉什么的哈。别看俺大做那个鱼做的火火的哈，但是他不得吃鱼，
我买两个下油菜，记好。这个鱼味哈，确实是多。我说的啊，咱这些咱经常不在这里，咱这吃不了的呀。你光这些鱼丸子，这放下你回头再吃，再炖个豆腐，再炖一个汤喝也行。嗯，那咱就不吃了，年了，不光这个。吃不了，这一鱼两吃吧。一鱼两吃。啊，那就经常光吃丸子吧。这有搁的黄瓜、木耳、鹌鹑蛋，烩一下。那边是鸡蛋黄又炒了哈。哎呀，大盆吃了。慢点啊。今天我们的菜哈，这是鱼丸汤。刚才去买的下酒菜啊，这是拌了一个西里门萝卜，非常的美呀。哦，还有一个菜啊，还一个忘了。嗯，太鲜了。嗯，鲜是吧？嗯，行了。嗯，行了，没吃了，我赶紧。不吃饭你是不行啊，他说说。哎呦嘞呦，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，大汉山要睡觉了呀。哈哈哈哈，怎么睡谁呢？说说来，喝起来，喝中了。我得先喝。哎呀，怪好！这个心里没萝卜长一般哈，真得劲儿。这之前吃萝卜真好。少喝哈，这会儿今天喝三个吧。行。喝啊，喝！你念那这些油，吃不了。蘸这个，这上劲儿。这里边芥末是不是有点少？嗯。你吃芥末好上了。吃芥末，确实多点好。你那是木椒多厉害了，要多厉害了你试下了行了。哎呦！我说的哈，平时自己在家里喝酒啊，就是弄点这个再煎个鸡蛋，你也要血命。现在有醋吗？醋啊？嗯、没有，没喝醋。不是你那时候为年轻的时候在家里，你感觉要自己在家里喝起来，你是什么菜就刚好了。在家喝起来就是炒个咸菜，炒个咸菜，盛盘关银子，啊、嗯，这两菜就行。鸡蛋不舍得。鸡蛋很少。舍得吃吗？不舍得吃鸡蛋，真好。吃几碗吧？嗯。吃几碗吧？三碗。你要写命哎！这么一拼就吃了。吐了来。三个了啊，我再喝一个，你别喝了，这喝几个了？你喝三个了呀？喝三个了啊。